好，哎，花蕊啊，哦，花蕊啊，乌龟吧，七十八，十倍哦，赞啊！我跟你讲，刚充饱的时候哦，八七放两天，在我们场上刷冷抓，春七八七八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啊，爱龟零几？丢啊！哇，水浪去哦，啊，说几龟啊？也有家厝的，嘿，恁去的，嗯，啊，都去的，叫创新。开落水果那两日，开一个恁去减两公里。恁台湾我坐啊啦。好，好，出发。哎，看，哎，落的，啊，高高落哦。喂，哇，开这个驾照。哎呀，要驾照有大牌哩。哎，你行照拍敢那107cc，我来讲，这政府即马补助免税金，补助到2022年。2022年轨道还税金吗？但是百几块还好啊，一 cc， 不是，一 cc 马力，是110马力，110马力扣的税金跟清朗啊同款，7120，伊这个底盘是跟啥同款的啊？对哦 ，T 打，哎，对，这税也跟 T 打同款，哎，75万呢，啊，咱吃小鸡起掉，哎，吹起来，哎，吹过来，喂。你油门踩了是叫几公里？目前剩下73。这油门爆了有感哈、啊。其实以前有模式也在算，那没要算呢、啊，也在算上面省电模式哦，上面无微博小朋友模式。我有加入这社团，我靠，刚才有人在改这电池，就这人拢是塞几年以后，电池的容量变无够，伊会使甲冲到三百。哦，300会买你啊，对不？我咱后边搁烧钱啊，研究看卖啊。哦，300啦，开始要迄落台中无问题啊。会去，但是我都无啦，至少迄数字看起来较安心啦。你70我只，我即几工拢在考虑讲，我到底是要塞上去。你知意思？我就惊等伊了爬山，怕死有死。你若伊温到到才25km，那照你讲来回是有够啊，但是别惊，就是惊讲雄雄啊，你跳前变无够时，你就错晒啊。我咧，我知意思。我即个你要试，我先试。哦，你可能会使，等甲主天后隔天过来上班，才差得好。其实隔音底盘上袂歹，你有感觉？哎，纯属因为无眼镜，起码头前即边就没啥物隔音啊。啊，我感觉这嘛最安静的啊。这气囊嘛比这个。哎，这当初美国撞击车是5颗星的。你塞偌济？你才开2公里，你看你，伊那拉一个拉4公里啊！哎，咱出门是75嘛，对吧？70。78，现在准71，现在开表定是 2.2km， 我们那个小 G 里程小 G 啊，先算车轮饼嘛，来给网友介绍一下，咱们讲上上的车轮饼，现在疫情在过里面，还是不过排队如等吧，应该距离1公尺吧，社交距离，你射得到1公尺吗？对不？那拍我带小狗。这是啥？叫玉成国小，啊不是啊，靠呀，东兴，东兴现在是不把我们红星看在眼里的，对吧？哦，有啊，这一打，有没有？我可以领过去，这打，有啦，你不不排队，我讲啊，哎，社交公尺1公尺啊，一些距离1公尺啊，好不？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吗？为什么？3个10块，你三个拍照嘛，只要5块了。像我看到网络上在介绍，对，那大家来支持一下哦，69。咱讲话的中间都减几公里了，哦，68了，现在有68，然后我们实际开4公里，可是其实很严苛啊，因为我们三个大汉，对不对？加开冷气，加市区停停走走，哎，阿哥阿力伯感觉一下好晒歹晒？这样没嘞，没几站，还可以啊，不错啊，但是就是感觉刚刚无人能讲的眼镜的声音嘛，哎，这0到100，1.9秒。限速上紧塞到150，但是我感觉设计真好啊。嗯，你看台湾的限速上侪120尔，所以你只要0到120加速就紧就紧好啊。后壁放我弄啊，120到130按20秒安尼，比如讲。好，但是0到120只要8秒安尼，比如讲，你只要设计上匝道哎，就紧了嘛。嗯，我入去搞好定速安尼。啊，万一未来那台湾迄个限速阁变130的时候，我滴就死了。冇可能车厂召回设定的话，电脑设定的。对啊，我安尼就够用啊，对不？其他都点电火啦。哦，佮有点电火，哇！我都继续点袂落。哇，足严苛的呢吼，足严苛的测试，咱无佮无去爬山嘞，对不？咱应该佮再爬山，看爬山爬。好，应该是。
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集为了流量，我们今天找谁来？谁？你退后几步就知道谁。妈、科比流量嘛盖棺啊嘞，不是开玩笑的嘞。现场这一台是这个2011年的尼桑的叶子流啊 ，Leaf， 带大家来看一下第一次买电动车，不知道科比会不会又烧钱。那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有什么特别。这个当初哈，台湾只有少量引进100多台，是由这个台中市政府跟新北市政府定的。哦，那时候说哇，沸沸扬扬要环保，好不好？殊不知，本来新的120公里，开了5年以后，电池剩下80%，开了10年，甚至电池剩70%。所以现在我们充满，就变成10公里了。下一次我们来看看，可不可以烧钱去环保啊？电池容量加大，这样盖子这样就敢开了，要不然看80几，尽量不上它闪。哦，啊，带大家看一下这台车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。像这个，记得哪里呢？哦，要先讲诶，记得一下。太阳能板，这个是要充前面的小电池，充电板，太阳能，环保吧？环保。全车99.9%都可以回收，所以代表什么？可以吃。看一下那个门把，等一下你把它拿下来吃看看。吃门把环保救地球，不用救了。哎呀，铝圈好多啊！2055/56哈，2055/56，安全气囊8颗 ，ABS 雨季防滑，后车厢一点都不平整，这是浴缸式设计，看它浴缸呢，塞子呢？塞子，没有塞子，你今天会先割啊？已经是老梗了。哎呦，做一只神兽汪汪刚好。现在我们请小狗来帮我们演示一下后车厢的空间，坐下。定速中无，哈宝。看一下引擎是，看一下双引擎盖双电瓶设计，哇那个，哇，我这引擎盖，小嘴巴，哇，这引擎盖，小嘴巴，大嘴巴。我觉得这个灯蛮漂亮的，这个会超过引擎盖上缘，嗯，立体。这中间的呀，我觉得很奇怪哦，这块应该是莫达的冷却水，这应该是马达的冷却水。就把机冷却水哦，好，安到它的冷却水。它的电池哦是设计在车身底板，跟特斯拉一样。嗯，可是它为什么？我后来去研究为什么它这个电池寿命比较短，因为它是这个电池是属于气冷，特斯拉的底部的电池是水冷，所以它解决的寿命的问题。啊，特斯拉本来就在做电池，掌握能源你就掌控世界。你现在如果可以发明一个用水就可以开的，我跟你讲，发了，对你这一生就不愁吃穿了。啊，你有跟绿的啦？我嘞，我讲这个。你这水箱超好飞啊嘞，好像也是马引擎里面这边的，不算引擎马达里面冷却。对啊，安家我抓我抓掉的那些啊，超来这类。啊，这里就是马达吗？对哦，看起来像引擎，可是它这个不是引擎，因为没有油啊。你那也是电池瓦当的，200瓦公斤。其实电池的妈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那种秋田啊电池18650那种，但是一就是一个模组里面100颗，然后这样。哇，全部都挤在一起这样，嗯、用成阶层台对，对啊，18650，10000多颗，一万多颗，就这样这样。应该这个听说这有400伏，400伏，点掉了。只要你心脏停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点了，哇哇，就焦掉了。他会答应，他会答应。哎，都没叫啊。电视刚才碰见我，我不会要点得出来，哦，旁边的照出来，烟都进出来了。然后这充电器有2个。好，这不是科P说的机关枪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这个家用电的，好，家用电可以100到240都可以充，哦，啊，这个是那个公用快速充电，啊，这个哦，听说这个公用快速充电30分钟就可以充到80%，所以以我们现在80公里，差不多你去公用电差30分钟，你就会变得贵。啊，冷却水哦，等我们去看一下使用手册，那些水到底都是什么水？好吧，哎，刚刚有介绍完啊，我感觉汽车重要啊，咱等下吼，咱为高雄路赛，为南深路赛的，哎，咱呢三个人吊车，唔知要安怎无啊？哎，这那吊车就是拖车，就是拖车一部尔。你后边都送油送水，上面拢无，送电拢无啊？啊，无就是后边再一台柴油发电机，啊用柴油发电机充对吧？如果太阳能手电筒没有太阳怎么办？拿一只手电筒照，照着这只手电筒，哎呀就有电了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准备好货车的电话，货车这种协力厂商的电话，我们也是有经验的，哎、所以变玩的。你是三个人，可能按你哥这个人的电脑带，62公里，我目前开6公里，78加剩61，才使6尔呢。高速公路，哦，伊刚刚讲定速伫60是上省电的，问题是哥这个里面定速伫60。
哇，水准多少钱？哦，免惊免惊啦！这真正那个看会到，钓到看得到。变装我啥？头前有只 Prius C 啊，甲电啊，有电是不是？我纯电，我等同特斯拉技术啊！那无只咩特斯拉，对不？那你使咩时尚的啊？这若要甲人比比赛，有无？啊，来使拼霸王赛，嘿，55啦！赛这种车，你要很清楚说我要去的地方，大概离我要回去的地方几公里。比如讲，咱赛个车，比赛差不多要环岛啊，对不？你这应该是咧刹车的动能会回充。好，隔壁挑战快车道，究竟会不会掉下在快车道呢？啊，那人叫警察抓乱塞，大男人跟大家搞的臭傻笑。你们三个大男人带着一只狗要干什么？山上打猎，48，哎，不冲呢，都要47变48呢。疯掉，疯掉，疯掉变46，不行，这动能不够，咱在裸刷去骑摩托，裸刷拢卖打动啊，快冲目标。放响就快打动啊！放响就快打动啊！哎、欸，那一把凉凉啊，而且空间声隔音拢就好。电器多咧，我买一台空间声，它定位都 LED 诶。哦，对啊，还用省电啊，靠呀，用 HID 两个亚都无电啊。所以这科技其实就进步。2011年，十年前 LED 啦，电规亚手啊，倒车显影会不会？什么龙骨啊，差不多跟车啊。那现在新的哦，定价是188万，可是你有那个补助，你几百四十五万，还几百四十九万。你像新那台有300几，穷爸有300几。哦，你省住。KM， 哎、欸。但是，那么就跟人讲，五年以后是不是搁存70%、80%？啊，你若存80%，五年300，存200几，压抑了，所以差不多200，对吧？打动物嘞，打动物枪哦，哎、欸，你看上升了哎，冲了啊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动能，动能力就劲哎，啊你打激动，所以一夜的动能的能量较大对吧？就存进去哎、欸，不然47、48、46，对啊，爆的，盲冲50呢，所以你呐，刚刚你被吊起来一打动，油门踩着刹车嘞，捂着油门踩着刹车，行动电源冲出去，啊概念嘛，很早、啊，行动电源换挡大概低啊，阿九你凶我，阿九万能插头，哎上红叉，可以上叉了，有人要上了，太太你是万能插头，啊你是也是彩虹组的。欸、可是其实怠速那就蛮多，刚刚停下来的时候50，我们停到这个在1分钟嘛。不管是大灯、冷气都会吹。对啊，它其实怠速1分钟还没有掉。然后干嘛你油门涨了变个45？我想惊就惊这个下气耶，像 iPhone 的电池对不对？快坏掉了。哦，早上出门180很高兴啊，还没到中午已经剩49了。没有，哦，像49又开始快掉了。所以塞这一下子，中它打开了啊。我阿辉对，哎，又跳回51了。我这边就是啊，所以有踩刹车真的是会冲，好，所以它这个就是后面两个大汉子龟，它里面一个大汉子，按了一点，他们加三个对吧？加三个，没打懂啊，不看看哦，看平时那个加三个。哎，你感觉它在50这个上下撑蛮久，所以其实市区较加一点点，你若告诉你无啥会打懂，其实这适合什么人？你知道吗？妈妈你接送小孩，你从附近国小国中。对不？接近，那肌肉手，你才可以起哭，起哭会冲嘛，对不？你别招红啊！你到市区买东西，那边要踩，要过干嘛？这些吧，一度有到45啊，现在又回来48，所以起哭晒看不下去，脚车嘛到晒。哎、欸，但是人讲那插座，我网络网有人讲那插座超会打球，那爱买耐高温，之前就看过。啊，我是刚刚在公司上健康来公司上了，对不？靠呀，为了只电动车。啊，盖好，75哈，上升下高，爬山 ，Go， 这边也要下溪啊。你歪打他走了。哎呦，这个上山的那个动能位移，今天有能量。43，哦，43，哦，连那个五块嘞，你不快点下山，要不要回头？我觉得他真的掉得很快，12，对，你可以拍哦。现在开70公里哈、哦，这个真的掉到有看到41了，你看。很快啦，这个不需要剪接啦，这等一下又要再掉了，我算一算，差不多要40了，有没有40了？40。哦，大概每过十秒，哦，不到十，搞不好不到十秒。哦，39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今天拉高有看。哦，所以这一下背霜真正就恐怖。啊，你要不要快点到山顶？要不然我们挖不下去，干呀！不过买不到。
38，38，应该也在啦，快到了啦，这个山还蛮短。豆豆路下去。豆豆路，哎，豆豆路也上得嘛？应该啦，应该买。那准那位台中北区到台北啊，运转手35了。哇，好不好？这个买这个车不要爬山，好不好？爬山你会很紧张。你会在想说什么时候要到山顶？啊，那水跟真贵啊，真贵。这个时候要放那个 Final Countdown， 哇！哎，真正你倒数的，哎，我倒教我你甲我看，你想我你记下。32，哦，这样好，你拍太久了啦，不要再拍它掉了。31了，我帮大家报分数好了。哎，它变零会怎样？啊，不然哦，哎，怕起急功，把电动车里程弄到零。哎、欸，下山的啦，用啊啦，贵啊啦，往几庆？李庆，来看一下，现在下山了，贵宾啊啦。哎、欸，你今晚我有感觉你跳钢板打油门哦，你跳钢板打油门哦。我打动啊，哦，你看打起较激动，哇，看不中，没有，二八了，好，急救没拉啊嘛，对吧？对，下山是一定是没拉的。29，我干嘛借下去看卖背书？你看你的迄个左上角啊，高丽贡还变成一棵树啊！32，你感觉？伊那看，哇，两颗星，我变成两粒啊！你看，你什么？哇，哎呀，哇，这里啊，我那一粒啊！哦，哎，等下看一下了哇，买三粒啊！啊，是我打洞，打洞啊！哦，你打洞啊，伊充电的啦，是不是？好，即马四颗星充电呀。哦，丢充电啊，就回充、哦、一颗星充电，对吧、啊？那是回充率啦。哦，哦，所以你哪还会星星满四颗的时阵？哦，这个星星如果满四颗的时候，就是回充最多。啊，这边一棵树，对吧、啊？这么远。所以看那颗星星越多的时候，它就代表充电量越大。所以你即马无你充，你即马往右跑是开电。我如果回油都有充啊啦，啊，现在回油就有充，我没有踩刹车。啊，回油就有充了啊，回油一颗星，哎、欸，你这么回油一颗星，啊，哥你刚刚加一下好省，明白了。因为你无开吼，你唔知伊的不一样特性。他在解的时候心跳会加快，因为那加掉浆。可是你现在知道了说，哦，伊到底想让充力了，他怎样？最少你说哦，30几公里就这样看得到，可你要去的地方。还要熟，不熟，万一迷路就糟糕了。啊、对，你若是去陌生的时候，才去就怕不一样，其实啊。好，那我们出发的时候78%，78公里，啊，现在我们走了25.6公里，好，啊，剩下34，啊，我们的路况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哈，有市区，然后高速被刷怎么刷呢？好，整个统计下，然后我们再做长期追踪。不过这个电池，我感觉我嘛是爱追机会来去检查一下，看有什么改善的方法。我的自从我背回来哈，试开过以后，我感觉如果能把电池的容量稍微做一点提升的话，我感觉接下来赞。有啊，对吧？我没有啊，现在不会讲。好，好了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啊，大家讨论一下有那个厉害的相比，要跟我们讲这个车更多的尝试知识。对，好，我来讲，阮导航啊靠，道边第二间哦，专门咧改这个，专门咧修理电池的。你找伊就对啊，哇，比如讲这种的，哇，咱有赚到，咱就来找伊，对不？好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哦，还有一个阿伯哩，练习公园甩手运动，吼、哦。那里，我以为在安定啊。国民健康操，一招礼拜条文。哦。两手叉腰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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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不该休息，我咧甲背呢。得，看到你这个我上面个劲嘞，强者强鬼。得得得，下面照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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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你咧等阿弟接电话。我知啦，无看到你冲边个劲啦。对吧？你要惊迄落倒数的时阵上恐怖的，30几还好，你若较十的时阵，你真正你就哈，讲啊包月珠啊塞车。有一个人去看泌尿科哦，对，好、哦、啊，医生在检查哦，哎、欸，先生，你左右打手枪 哦，医生那么厉害，我、哦、打手枪你都看得出来，从我鸡鸡都看得出来，然、哦、后没有上海有卫生纸，关于医生的笑话嘛，就这我来讲，阿哥姐泌尿科医生你看病是不是？对，啊，你说哎、欸，我正在看病，不要勃起，先来讲，然后哎，医生我没有勃起，我没有，我在跟我自己说，他们有啊。你唔知道啊？即一个偌大个公园咧，我唔知道啊。你昨天哪里了解个？有啊无？坐半日街啊！即个公园白云国小，白云国小是啥物？白云公园。白云公园，你看，
哦，快哇，太赞！哇，搞掉搞掉！恭喜，啊，就有荡秋千，啊，有沙坑，哇，福山街啦，吼，白云公园，你要小心那系统。看到不？现在有三十几公里了，隔壁还不担心，还可以带你去看溜滑梯啊！都在那里刷电哦、喔，看那他们溜滑梯，我们想裸刷、啊。对，不要照啊！我咧照啥哩？什么溜滑梯嘞？也就是说，你看到一倍涨，五十六公里以来，你要去的所在应该拢安全。所以我上下班应该到。啊，干娘，我到拢山嘞。对，山嘞。刚刚测试温刀呢，叫阿贵啊对料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